现在孩子两岁多了，对吗？对。他们俩状况怎么样？小的时候，因为老大有自吸过，他会发育迟缓一些，但是老二非常的机灵，非常的就是跟同龄的孩子，一样。两个儿子都叫什么呀？老大叫何思源，老二叫何宇宙。就是饮水思源，风雨同舟。就是让他们就是那个感恩这个好心人对我们帮助。特别是有一位女孩，我们素未谋面，她一直委托她的父母帮助我们，在孩子住保温箱的期间，就是在那个生死关头，直接给我们送去了救命的钱。然后在这两年间孩子的成长过程中，不断的给予我们帮助，包括现在我们出来创业，她委托父母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工作室，让我们经营化妆品店，就是一路帮过来是吧？始终支持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。那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我知道他叫林雨。林雨哈？对。看过视频吗？就见过他本人的样子吗？想象过他是什么样吗？想象过，应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，心地特别善良。善良的人就美。对对对，他因为他心里种下了善良的种子，是。他有这颗种子，他让父母委托父母把这个种子传给了我们。让我们和孩子开花结果了，真好。